哈利路亚是古代的犹太人用来赞美天上真神耶和华的话语，也是现代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来赞美神或者是彼此问候的话。当我们看见大自然的奇妙，感受到神所赐的丰富恩典，就会发自内心油然而生对神的赞美。接下来的这首诗歌，我们要邀请在场的所有来宾，当我们看到指挥老师转过头来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合唱的时候，就请大家张开嘴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一起合唱这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